心魔关神秘的阴霾魔动来前事，妈祖奉命要监视心魔动静，甲保护老百姓的安宁。心魔之间有啥物冲突甲发展呢？请收看中国民间故事为咱播出的这出好戏《妈祖降魔》。海神妈祖参见王母娘娘，凡间皇帝造物，幻声四起，心魔扰乱。台湾宝岛有你保庇到这么平安，你千万就要小心提防，心魔作乱啊！海神一定全力来保护台湾岛的百姓，让因不受心魔的扰乱。心静如魔，那也是应该代志。你进去，海神告。碧华仙子何在？碧华仙子，看见王母娘娘。碧华仙子，即时下降台湾岛，去散花美化人间啊！碧仙娘子，我怕你唔爱下凡间啊。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看一下。阿珍兄，你看今年的花吼开了比以前更加多、更加水呢。嘿啊，哇，花水，这比花更加水了。我看真正下凡，也是安尼念念。哎呀，你莫阁甲人笑啊啦。好啦，你看，还阁有足侪花，再去看麦。凡间的男女，形象形象，是这世人认识的。这话是，敢讲你叫我这老朋友了？是大兄，是大兄，你叫我，我来去看麦。大兄，你话是现主？会当拄到你哦，我足欢喜的呢。哦，真该伫个天，叫王母娘娘拍一个形体。只干那村关系，这五百年来，我一直住伫这洞内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当年若不是大兄你甲我相助，我根本就无法度成仙，所以害你难免才受苦，是的啦。这边也难怪，一切拢是我家己的功劳。那这届你无嫌我是我，搁专工来这看，我一定真欢喜。导演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。而且吼，你的道行比我较悬啊。仙魔只在一念之间，只要你若有心话要脱离魔道，我会使替你甲王母娘娘求情嘛。嗯？哦，哪会都爱麻烦你。哦，对，你喊你下凡，这届有这个机会，你应该去试过行。因为凡间有真多真趣味的代志，是伫天顶所看袂到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啊，不过我无济时间，我马上要登天顶啊呢。哎，时间唔是问题，但天顶一天等于凡间的一年，对。但凡间人有咧讲一句话：只羡鸳鸯不羡仙。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。好好享受一番男欢女爱之乐。这个人大概就是凡间的人所讲的属性，看起来不只有人缘，相貌堂堂。那我八花仙子要找，至少嘛要像这个人般，唔走四拐。幼崽，幼崽啊！哎呦，我逐天到晚拢找你，你来走一堆啊？哎，是不是搁较爽去约会啊？无啦。你咧看嘛？我看一个啦。哎呦，这敢不是爽啦？
哎呦，你也想，你也想啊，过去啊，你将素梅带转来做母好啊，还佫有人逐天替你闹小嘴，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哇，你看，画得实在有够神呢。哦，妹妹啊，嘿，你找我有甚物代志？哦，代志真重要。我咧讲啊，你也毋是咧像伊去年一届选花魁的大日子。人讲哦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呐。啊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莫阁考虑啊，行啦，行啦。文公兄，莫啦。丽春衣，丽春衣是甚物所在？遐边哪有美女？我讲甚物花魁大会？你来去看卖啊。来来来，你就来，你就来，来来来来。一年一度的花魁大会，你看我身躯边啊，这查囡仔不但呢人水，酒阁会啉，而且呢裙阁会花。咱即马是五里裙一裙，连领三裙呢。各位大爷，身躯边姑娘都实在，你要安怎安怎咯？哎呦，哎呦，你都来哟！哎呦，来来来，坐啦！我听未？我咧讲哦。哎呦！你今仔日化棍哦，那连赢三棍，你就冒死啊啦！哈哈哈！你家己跑，我要转去啊！喂，说我头做一手啦！啊，我今日咱来，哎，亮相啊，翘头啊，单腰啦，中旁啦，高拐翘来，一领一个拢是虚情假爱，甲看起来。就敢若拄只迄个张才是有情有义的人。哎呦！哦，你出事啊！惊狗啊！伊啊！大蠓啊！你们今仔斗三狗大蠓！啊好啊！改变，你真的来！好，啊！还想要走？惊，要死！滚！安尼看拢无，大爷啊，听看卖者。无呢，迄只死鸟怕咱袂用，不知还无改变去。死鸟，我带你出来啊！明白是无的，为什么赶紧离开嘞？请你娘恕罪，玲玲啊，都是我唔好啦。我耳仔吼，叫好只教育，一时哦气未过，我就大包做伙落去无教啦。那不是我即时赶到你，卖讲一边耳仔。连身躯也叫我夹去，以后无我答应，不准踏入魔界一步。遵命。好家小心，暂时是袂出来做。唉，若无我幼母在家，好家一定是受到心魔的煽动。哼，你是真无路用。想到妈祖，你发力愈来愈强。竟然咱到魔境，用去拍，是我一时无细腻，才给人拍中枪去啊！魔，请你救我！我看你遐尼艰苦，我嘛真唔甘的。你先安尼，你将你的关心给我，啊，我来替你报仇。啊！安尼，你就袂艰苦，哦？反倒等，你也感谢我才对。哈哈哈！嗯，我变到袂会安怎？是讲我八岁生出要住的所在，当然嘛也有花。妈祖娘娘下地，神主有性命在身，就爱独立。
这个所在真有灵气啊！唔知影神主当时要倒转去天庭啊？哦，我代志若办完，我就随倒转去啊。有什么的妖气？敢讲什么会伫这个附近？无啊，这哪有什么妖气？白花仙子，你敢袂记500年前王母娘娘打败元廷的信，有可能搁再倒转来还甘做？你千万着爱小心啊！多谢妈祖娘娘你提醒。来啦，遮济啊！白花仙子，我搁有代志，你先来。你都唔好白记，万一你若撞到心魔，唔通甲伊正面冲突，咱一定爱学着来对付心魔啊！必先遵旨。这个阿祖娘娘，是安怎要四界讲道兄的歹话？害天庭的人想讲道兄就是魔界的人，无法度成事。倒位来琴声，哪会这好听？这个丁财啊，唔知昨昏走去倒风流咧，我来替伊按扛一下。我昨昏就甲朋友饮酒，饮到天光啊。来的时阵我也无看迄人，我就困去啊。你哪会拢伫遮？阿仔兄，你是去倒位啦？无啊，我就咧附近行行，是讲我奈无看到恁来。我拄拄仔讲，那点去卖菜卖完尔，我揢一寡菜，还佫有猪肝要来互你食，你会记煮来食哦。我要去田内甲阿爹斗三工啊，你会记煮来食哦，爱记哦。喂，我听袂。呀伊啦，哦，我咧讲，我是孤然拢困伫遮哦，哈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，免惊啦，我咧讲。哎呦，真正是朋友呢，我拢无甲素梅讲呢。哎呦，你是去倒位啊风流啦？啊嘛唔小报一个啊？无啦，我去一个朋友因家泡茶，就开讲啊，讲啊上欢喜，袂记个时间。吼，查某的吼？靠，我著知咧，咧骗我唔知。吼，啊有人讲泡茶泡到天光的啦。哈，哎呦。咱这个帅哥，拢按耐袂住，一定是一个大美人呀。倒一间酒楼，甲我讲，伊喊咱斗阵来去。唔爱胡白讲啦，咱是良家妇女的。我甲伊嘛是第一次见面啦，以后我袂阁去找伊啊。你无爱甲我讲，我就干那要对去看。你这个仙丹的灵气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在凡间，
大概只有男女鱼嘴之欢可比。导演，什么是鱼嘴之欢？那你讲起来，你甲迄个张才也未享受着男欢女爱之乐？有啊，人阮两有泡茶、跳舞、欣赏月色，我感觉迄种感觉，着甲服用得仙丹足艰苦的呢。迄差远的，男女之间阴阳交合，迄个鱼嘴之欢，那是至高无上的美术。是讲，张才伊敢毋知影啥做鱼嘴之欢？啊，若无伊，若拢无提起这件代志。假使讲吼，伊若开嘴，我一定会配合伊的呢。吼、哦，迄张才那是一个事实，事事重礼数。后盖，先祝你用主动向提起啊。哇，哎呦，你都唔知张才出代志啊啦！啊，我知影出代志，你讲啊！哎呦，我即马袂好甲你讲啊，行行行，咱哪行哪讲，进来！大伯，你看，伊伫遐咧。嗯，哪咧？哎呦，我今日你来把酒杯直直搓，搓拢袂煞。从厝内面出大事，我哋报警转来到遐，这边好嘛？别走！阿姐姐，你来创啥？敢无看到我甲八花姑娘在享受哦？啊，唔紧走，走啦走啦！素梅啊，我专门去带你来找伊的呢，不然我头跟你走了。陈素梅为今仔日开始，就是你心所爱。真是安尼。好，安尼我即马赶紧来找伊。素梅，素梅，你到哪去？想袂开，啊！你若死，你敢忍心放阿爹？哎呦！爹，我知影你阿着别个查某伊袂治我啦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阿才自细汉我着看伊到大汉，伊是一个少壮正义的人。你莫安尼乌白听人讲啦。是我亲目睭看到，伊阁赶我出来。宋梅啊，宋梅啊，啊，范宝爷，你有看到阿珍兄跟这个查某做伙无？有啦，我有看到啦。范宝啊，哈，阮宋梅啊，拄只怎么吊到死的了？哎呦，宋梅啊，你哪安尼啦？你唔通安尼想袂开啦？你若要死，我嘛无想要活啦。妈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安那要破坏我的好事？八花仙子，你哪会用为着一时的快乐来触犯天条？触犯天条？这只不过是男女之爱而已，我并无犯着生还通婚之罪啊。运动翻乌，这敢是林毛东跟新毛见面过？这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白花仙子，身体若是受着犯体所染，便是受着不洁之罪。而且你又搁用善法，坏多夺爱，破坏人间的姻缘至情。
趁这阵大错还未做成，赶紧汇票。好啊，我不准你讲道兴的歹话，也若无，我对你无客气。嗯，白发仙子，你执迷不悟，赶紧将张财给放倒转去。哼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是对路魔道，帮助心魔出关。啊！天下就大乱了。哎呦！素梅啊，一个爱阿财，遐你一个爱阮素梅啊，啊！但恁两个爱甲花无无，我看拢无啦。啊！恁是安怎啦？哈哈哈！这讲的啦，话头长我嘛袂晓讲。奇怪，我是咧靠啥？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是啥物人啦？你明明是仙，你竟然出手甲你拍重伤。我是替你一步，不要紧。是讲，讲嘛真奇怪。妈祖娘娘，伊明明有机会将我拍伤重伤，是安怎？伊的手下留情？哦，因为伊是王母娘娘身边的神主，当然伊嘛有挂念。伊一直有讲我真是歹话，对不？对。你着天庭的人一直误会讲你是魔界人，我看这一切拢是妈祖娘娘伊咧煽动。哎，但我是魔道的人，受伊欺负，这无是。哎，你明明是仙子，伊敢咧欺负你，我是替你真不好。卡叔若真正要变，相叔相爷阁毋知影。你跟他拼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你回天庭去禀告王母娘娘，你甲讲一声，伊就吃袂干。你爱趁伊回去之前，紧完成这个心愿才要紧。卡叔公，我若去找天才，妈祖娘娘一定甲我阻挡。你堂堂不化仙子，凊彩放一挂乌烟花，和妈祖去无缘，安尼你敢是有机会啊？袂用，我若放出恶灵花，闻到的人就会变作无恶不作的歹人。那恶灵花真济无辜人。这你放心啦，死狗妈祖伊自然出面阻挡。凡间的人死愈济是愈好，那本神主想要做的代志，谁都无法度阻挡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妖道所为呀、啊。都是咩？哎呦，我哪有可能去爱着素梅嘛？笑死人，真正。我敢是做遐尔歹事？哎呦，啊素梅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甲张才是外贴的啊，哪有可能笑坐你嘛？对无？哎，你同款是咱顶上的大美人啊。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哎。你唔惊讲啊？高人陪叫部长，甲你爱笑的哦。素梅姑娘，纯真又搁善良，张仔也是一个真难得的好青年。兄弟伯啊，你真是一个真有福报的人哦。安尼哦，一摆好佳哉，拢是部长你的相助。我看吼，你着加留几日啊，互老伙仔来甲你款待啦。感谢感谢，也不过我阁有真侪重要代志要办，我即卖袂来早。啊，紧哦！好，我甲妈祖婆拜一下。哦，素梅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啊，拄则我的意思就毋是安尼，你毋通误会啦。来，素梅。大
家的故事。啊，孙爷，孙爷。看啥？目睭都发烫哦！你袂是看你唔知个安怎？是欠腿哦。我无当时，要小拍迄哦。小拍是无？啊，小小拍伊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乱，尽量乱，不乱不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母亲妈祖娘娘，你心有一丝创意。地方大乱是为什么呢？花变金绿，是个天仙下凡的作怪。啊，小心也无法度，啊，已经报请上王爷，啊，上报，阎王爷，啊，阎王爷就会上报天庭，请天将下凡处理呀。老爷，啊，我借问一下，啊，你安尼甲算一下，天将当时这个到命？哦，我算看下咧吼，若用这个行政部门吼，用这個最速行就去甲处理起来吼，大概这寒干的日子爱一年啦。一年？一年？来，你搁算看卖者，一年后你这所在的人活的搁剩几个？好，这样。六七八九六坑坑，啊！小心干事，小心干事，请娘娘恕罪。敢是百花仙子所为？正是，就是百花仙子用这个乌金花，遐种一个仙魔交怪的所在啦。紧带路。是。我乃是天庭仙物，除了百花仙子之外，只有玉帝当收我。唯一的办法就是。用完形将我定住，安尼我的恶性就无法度出去害人。这，阿娘娘，都让我来去。啊，请娘娘，你都下天子较早来救小神子，吼，小神放下。你这妖女，紧放我走！我并无要伤害你的意思啊，你来叫我妖女，我是百花仙子下凡的呢。天顶的神仙，拢在保护凡间的百姓，哪有像你安尼欺负人？百花仙子，你一再执迷不悟，赶紧将羊仔放倒转去，收回你的恶灵花，随本娘娘倒转去，甲王母娘娘请罪。妈祖娘，你真爱管闲啊事。你若搁管，我放的不是一朵恶莲花而已哦，敢触犯天条？莫用天条来压我！今仔日谁来要想要甲撮走？千里眼顺风耳，在将百花仙子押转去天庭治罪。遵命。我来做你。还阁唔束手就办？七花仙子，你终于引进我门，我天助。变小心！娘娘，有公主意。无要紧，咱应对。遵命。七花仙子。你还阁唔赶紧撒手去！妈祖，咱五百年前迄条石头，嘛要烧清一下。看你还讲偌久。对，你安尼做，邪化天的关系。那天天会再做难吗？爷啥？因家己串魔界要找死，算讲是玉皇大帝，嘛袂当管魔界的代志。我已经成魔，你咧惊啥？行。
拢是阮托恁娘娘的啊！请大家多注意，这边的怪人，伊人用从心上的剑，会当化解白花仙子心内的魔性。娘娘，白花仙子已经心魔啊，咱讲咱怪苦伊来解救了。我看会出来，白花仙子是一时受到心魔的震动，伊心内灵性并无完全消失啊。 今嘛还袂转来，我去急死。苏梅啊，苏梅啊，快回来！阿爹，苏梅啊，回来啦！阿爹，阿爹，遐若无甲你做阵转啊？我咧伫外面四界去找阿仔，都找拢无咧。那呢吼，我紧来找看卖。唔通唔通。 宋梅，即摆外面吼，安尼乱吵吵，哼，人是冤家，就是相拍啦。啊，规阵哦，敢若袂像痟狗咧。你一个查某囡仔人啊，出去会危险啦。杨哥，阿仔兄伊是一个温柔的书生，若是去拄到歹人，是要安怎？吓啦，这你放心啦。阿爹，替阿囡仔在吼，你死的时阵，才甲你斗阵。 来去找花仔咧啦，无定互我载，甲阮抱来，因去食烧酒啦，无得卡。单调的，单送的。参见马祖爷。马祖爷。魔道发现，人间大乱，不牛牛要当要吃起大作法，恁两人。 合力来最快好法，共同消毒性命。地主尊命。哎，刚才你不要紧吗？是讲你要出去散步，你跟我讲一声，我来陪你去啊。免啦。 只要你若答应我，什么条件我拢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无可能的代志，卖你就放我走，那么你过去将我杀死。敢讲，我家己单数梅一点仔都袂比得起，我为着要跟你做朋友，我连百花仙子都用在怀做呀呢。百花仙子，若是论才貌。 宋梅与绝对无法度甲你相比，啊，不过我甲宋梅，阮两个是彼此的相爱，阮已经讲好要结成夫妻，由神主成全。咱共款两个做朋友，你共款会使娶伊啊？袂用，我心内只有宋梅一个人，我袂当做出对不起的代志。神主你暗着，甘讲，你为着爱。 你得死拢惊心！我甘愿死，嘛无愿意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你，神主你若无去，我愿意甲你有滚水的约定，做真心上台好朋友，安尼好无？不管你要答应不答应，一世，你要是要离开我身躯边。 魔大患，魂魔黑色。马总，你讲，明明都被困在魔界，怎么可能？哎，神魔大患，靠！哼！
是妈祖的分身，才来跟我做阵。好厉害！进去。妈祖娘娘性格分身在此，不得了乱。哼，小小的门神，也敢在本王面头前唱秋，你去死！多谢两位恩情相助。小神法力有限，无法度追随娘娘降妖除魔，愿在此地为娘娘护驾。心不来。伊的施展伊的魔法，袂使你的心智。你若会记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袂用将门拍开。本娘娘的分身会当伫个本命顶内面帮助恁对抗魔法。地主尊令。心魔竟然三番两次来这扰乱，安怎？搁怕？既然无踏入你的地盘，应该怕我会着？好歹搁我来啊！哼！那用计，伫咧门口守护便是，伊嘛唔敢踏入半步。是娘娘。想袂到堂堂海神娘娘的妈祖，竟然比你内底唔敢出来，一挂神仙的面子，拢互你吓了了。你唔免急我，有啥物本事尽量展出来。是安怎啦？一直叫我的名，搁要走来开门。亲娘，好好加载，阿爹差一点仔就被中了心魔的诡计。阿爹啊，不会连休呢？敢毋是心魔的诡计？无咪，咱都无论如何守住着伊妈祖娘娘的本命灯，咱绝对连你开门出去。小姐妹，少妹，我来救你啦！紧开门，紧开门啦！小姐呀。算你两个好高明。喂，妈祖，我就不相信你的关心，会当秘在这秘偌久？哼！心魔，法力确实够强，加在恁两人临危不乱，才会当跳破心魔的诡计。请问妈祖娘娘，这心魔敢会过来？就算讲伊无来，三天后，本娘娘困伫个魔界元神都会消散。迄个时阵，心魔就会放出困魔来，扰乱人间。公公真是无法度让我做动伊啊！是，有，就是张才这个人。顶界。
白花仙子扰乱人间的时阵，温娘娘化作林溪道长出面解。迄个时阵，温娘娘将我的魂心甲仙气来保护张才的正气元神，希望讲张才会当来化解白花仙子心中的魔性。安尼时，我就会当甲白花仙子合手来对抗心魔。已经去被白花仙子抓去了，那不要紧，因为白花仙子已经对伊动真情，伊袂甲伤害。因两人的这段情谊，就看伊家己的做法。娘娘为了凡间百姓，甲神魔咧对抗，千万唔通为了阮两个来荡过精气啊！对啊，娘娘，请你收下你的精气。我娘娘心内自愧，我会怕。本宫，你想要违抗？弟子唔敢。大少母，你不知道大胆安怎，竟然走到这来？参见变化仙子，求你和我甲张才见最后一面好。见最后一面。大少母，你是咧做面盲是？这世人你无可能见到伊。求仙子成全，我若甲张才见面了，我绝袂阁甲伊有任何关系。哦，你凭什么爱我相信？我今日来这，都无准备要活转去。只要你若是和我甲伊见面，你随时拢会用出我的性命，我绝无怪你。张才见面了，我绝袂阁甲伊有任何关系。哦，你凭什么爱我相信你？我今日来这，都无准备要活转去。只要你若是和我甲伊见面，你随时拢会用得出我的性命，我绝无怪你。那呢，我就有希望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我唔惊，到时阵你反悔。宋梅，宋梅，奶奶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是我求变化神主，让咱两个见面。你过了好无？这几天，你都怎样？我过了真好，你甲调一个过了好无？我大家拢真想你。张才对我，若是有对伊的一半就好啊。什么？你要我甲百花仙子相好？是不是逼你？是我家己的意思，
现在妈祖娘娘的元神已经在要化尽了，只有求碧华仙子救妈祖娘娘，合力去对付神魔，天下的百姓才有救。碧华仙子遐尼啊介意你，一定会听你的话。真哪会用啦？你可知影，我爱的人是你啊！你一定知影的。对我的情，我根本不知影是，我嘛不愿意离开你啊。原来，这才是凡间至真至美的真爱。好，我答应。啊，哥，你按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答应八花仙子什么条件？我知啊，等妖魔除掉了，我会去找。一世人咱无，咱阁有后世人当斗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助你成仙，你竟然跟妈祖联手要对付我！导演，你唔通误会。虽然讲你骗我入魔局，但不过我并无怪你。只要你卖阁害人，我会当去天庭替你公证，请你做成仙啊！公证？你心烦天庭，家己自身都难保，要阁替我公证？哼！我既然甲成功，一定要闹个天下大乱。你若无希望，因死在我的手中，什么兵？恁啊，我听我清楚，这届无咧含你讲生笑，恁将门拍开。啊，若无，我结束因两个性命。求妈祖娘娘保庇，求妈祖娘娘保庇。将门拍开便是。多谢娘娘恩典，多谢娘娘恩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舅妈，看什么人要我都主动。导演，因两个对你来讲，即摆已经无路用了，你应该放伊走。你讲的真对。哼，那因两个确实是一丝仔路用都无啊。不能等。阿飞呀，阿飞呀！导演，请你手下留情。哼，到人要三生死，归去让你死做伙。陈明发，导演，这是你逼我，你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千万唔通，你是将陈明发放出去，难呢？我还要搁等八百年才我都重新出关。别回神主，敢讲你拢无带人问我当初相助之情？我放出恶灵魂，已经是犯了大罪，我袂用咧看你继续危害人家。我知我唔对，我已经定心就抓，从今以后，我绝对袂害任何人，请你饶恕我好无？夫人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相信你。真多谢你。夫人，你竟然无小心了。你这个信仰，你只有怪你家己心妄。但你今麦手中已经无善人位，我是咧惊你什么？
接招！神灵会现世，我就讲你有救啊！啊，甘薇啊，哇！你赶紧去找百花仙子，伊有代志要交代你。是。小心拜祭百花仙子。真的。是。啊？这敢是万年的仙物仙人花啊？水水水的点，托你讲，小心仔。我即马替丁仔了事，你紧摕神灵花去解救妈祖娘倒转来。是。嘿，也毋过小心才有够力。神灵花自有伊的法力，七十魔界之中并无伊用的天地正气，法力真紧就消退，你赶紧去。是。苏梅姑娘，你免烦恼。带妈祖娘娘倒转来，张财就有钱。恁两个一定会当白条解脑。马祖娘娘，马祖娘娘，小心这个解救你哦！这敢是万年仙物神灵花？啊，正是正是，这是哦，小心受百花仙子指点，提这个神灵花来给你解围的啦。是毋是百花仙子将神灵花放出，收好心魔了？这哦，是修行嘛，无啥了解吼。大概是知影，我想的，因已经吼，大概拢秘密起来。小心，甲讲一句肯定的话啦。即马吼，但是这里，人呢？哎呦！我无听说你来者，哼，是不到百花仙子的手中，竟然有神灵花。刚才我走了紧，要若无，我关心你许拍算。原来凡间的魔气，也未许神灵花收。哼哼，等我元气啊恢复时，恁就拢知死啊！不生一时未死，烦恼代志，元帅马上命回天庭请罪。百花仙子，请起。既然知影做唔到，我娘娘一定会替你求情变气。多谢马祖娘娘你恩典。千里眼顺风耳听令，在即时提我的令牌到天庭，向王母娘娘禀告详情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宋梅公，你唔免烦恼，你阿爹即摆人真好。娘娘，阮阿爹去心魔拍着，伊唔知有严重无？你放心。恁阿爹无安怎？你甲恁阿爹适当助我消毒心魔，我当然嘛是会暗中保护伊啊。素梅叩谢娘娘恩典。素梅请起。谢娘娘。徒弟。小心在。你赶紧去监视，看心魔若是有啥物动静，即时向我汇报。小心遵命。牛仔，我看你内伤也未恢复，我娘娘来为你疗伤。夏娘娘，
宋梅姑娘，你免烦恼，神灵会在此，心魔自当接近。地主靠上妈祖娘娘救命大恩，免礼。谢娘娘，宋梅，你看，我拢看呢，妈祖娘娘拢给我医好啊。是真是了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啊，大事不妙了！那个心魔吼，吸收了凡人的精力了后啊，伊的法力早增强起来啊。想袂到，伊功力进步这紧。哎，啊，你看。系啊，天地正气无。神灵会已经失去的法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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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！加在神灵花来救咱。是讲神灵花变哪阁有法力，倒位来的正气，那是因为张财体内的正气。徒弟，小心在。赶紧将素梅姑娘阿爹甲带来，才袂去予心魔所害。小心遵命。哼，真可恶！是毋是到迄个小囝身上，还阁有一道正气？伊若是想讲安尼，当阻挡我心，也未免想过天真啦。群魔大乱，无法无天。吊顶妹啊！吊顶妹啊！来啊啦！阿妈，来啊啦！吊顶妹啊！哎呦，我你讲啦。我四个拢是派人咧抢劫杀人哦！我看哦，你也是去来阮家小拼一下啦。无，阮宋爷甲阿财拢袂转来，我还点啊等伊转来啊。无啦，伊一定是找到一个真安全的所在先避开啦。哎，咱留一张一条吼，叫伊转来时阵到我遐找你，唔就好啊。无啦，啊，莫阁考虑啊啦，阁坐，啊，去坐啦。哎呀！你在因百姓几百年前，这是因所做的恶果啊！阿母娘娘，天下大乱，凡间人咧受苦，妈祖娘娘为着除魔为道，才身在险境，敢讲天顶人拢唔管了？大胆！恁唔免着急，
个仙君金童玉女已经下凡上座，这也是妈祖德化仙子的劫数，这就由天机定数。我拢好啊咧，完全无代志啊！啊，恁赶紧向妈祖娘娘答谢救命之恩。是，感谢妈祖娘娘救命之恩。陛下既为人，命不改做，请起。谢妈祖娘娘。启禀娘娘，这个神魔大法啊，使寒干的百姓失去生机，安尼无恶不作，恐惊天下的大乱。但是，咱嘛无闲搁再等落去啊。也不，天庭的救兵也未到，安尼搁拍袂赢神魔，还有啥物法度？白花仙子，那张才的正气加上我的元气，安尼是，是毋是会当施展神灵花来消毒神魔啊？请娘娘上书。可是神灵花伊会耗尽你的元气，恐惊到时阵你的元神无法度收回。为了天下的百姓，照实回答。是。可是讲加上托你讲伊的上座。我爸啊，会当化去凡间的魔性，将心魔给拍回梦界。只是张才伊，伊的元神卖耗尽力无。地主会当随妈祖娘娘修妖渡，求之不得。死阁有啥物要紧？求娘娘成全。照实回答。是。卡叔公加上托你讲伊的上座，我爸啊会当化去凡间的魔性，将心魔给拍回魔界。只是张才伊，伊的元神卖耗尽力无。地主会当随妈祖娘修妖渡，求之不得。死阁有啥物要紧？求娘娘成全。调一遍，素梅，欠你的温情，我只有来世才阁报答。金娘娘，心存张才所求。这种的真情至诚，未来会当予妖魔欢迎呢。好，咱来共同除魔，替天行道。是。Thank you.
妈，你一定中计了。但是在做什么？老李有什么路用？兵将马祖放上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免妄想啦，要杀要剐，谁知你啦？托你讲，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虽然看性命。是啊，何必着自找麻烦呢？先将马祖放出来，我绝对放你走。你的官员受伤，心无侥幸。请马总娘娘，竟然是无拄着，那叫走去都袂话，去哪啦？马总，其实我们亲手代行，阿顺的动手，你发现做，比我更加凄惨，你敢忍心心？去哪啦？你紧动手，去哪啦？你特别是先做，敢会去自相残杀嘞？马总娘，你紧动手，我拜托你紧动手啦！参见王母娘娘。免礼。替着神君金童玉女何在？参见王母娘娘。三位辛苦，圣明已经完成。感谢王母娘娘。碧华仙子何在？碧华仙子，靠近王母娘娘。碧华仙子，念你即时回头，渡魔入宫，等待天庭召回。靠谢王母娘娘恩典。妈祖，你这一摆无顾着家己的安危，下凡敢救世，又搁帮助着碧华仙子。改邪归正，你随本座回天庭受封。海神妈祖叩谢王母娘娘恩典。正邪拢伫一念之间，人心思无是罪恶的根源。大家若是拢会当心存善念，实实在在做人，消磨歪道社会乱象，自然就消失。今日妈祖下幕就为恁报上到这。Namo Amida Butta.
秋。